阿格里奇这个名字自从去年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公布节目，就成为中国乐迷狂欢的嗨点。如真化境的情技被了无痕迹地融于演奏中，仿佛浑然天成，精准的节奏和力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饱满音色和清晰的颗粒感。昨晚钢琴女神马尔塔·阿格里奇在上交音乐厅奉上了一场足以扣人心弦、震撼心灵的演奏，为她的深沉首秀画下了圆满的句号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